姐姐，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呀？是呀，那妈妈没在家吗？妈妈去超市买菜去了。那我去房间写作业了。你去吧，我作业都写完了。那我去写啦。嗯？他今天看见我吃辣条了，今天怎么和我不抢了呢？我得去看看。还不把辣条藏起来？我有这么多好吃的呢！不分你你。喜欢吃这个，姐姐，你买这么多零食回来，我告诉妈妈，你都吃辣条了，你还说我？我是姐姐，你管我呢？你是姐姐怎么了？你是姐姐给我吃辣条，我就不能吃吗？妈妈，你能给我一碗吗？给我。你们两个在吵架，怎么回事呀？妈妈，你看姐姐吃辣条，妈妈你看妹妹也吃，她买了那么多。行了，我都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些垃圾食品啊不能吃，吃多了会坏肚子的，就是记不住。那我们喜欢吃呀。喜欢吃一下也不能买这么多呀，这零食吃多了就会不好好吃饭，营养跟不上呀，又得吃药打针。妈妈，我肚子疼。你看看，说了就是不听，一会躺到床上呀，妈妈给你揉揉，再喝杯热水。不行了，还得看医生。妈妈，今天是星期天，能不能带我出去玩呀？那你作业写完了吗？我都写完了，你看。我看看。哎呦，我们家真的写的字进步了，真漂亮。那行，妈妈带你去游乐园好不好？可太开心了，我终于可以去游乐园了。那我们都准备一下，把你的衣服和鞋子一换，记得把水杯带上哦。我知道了，妈妈。快点口红，这边再抹一点点。姐姐，收拾好了没有？咱们早早去，妈妈下午还有事呢。这么多漂亮的颜色，抹哪一个？小孩子是不能碰这些化妆品的，你还小，皮肤还特别嫩，会伤到皮肤的。那我不是想和妈妈一样漂亮吗？我们家珍珍呀，不用化妆都是最漂亮的。来，妈妈帮你把脸擦干净。你现在看看干干净净的珍珍多漂亮呀。妈妈说的对，妈妈，我是不是和你一样漂亮呀？对呀，我们现在呀把这一收拾，去叫爸爸一起去游乐园好不好？